今天除了要在这里给大家带上这么多经典的歌曲呢，另外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朋友，那就是我们的 Danny。 接下来的时间呢，要交给他把大家带到另外一个魔法的世界。我有看到一个人的过程。怎么了？真的没有看到鸽子从哪里飞走了。变走了。刚刚我把它从一个神奇的地方变来，又把它从一个神奇的地方给变走了。你在旁边没看到吗？我一直很认真的在看，但我就没有看到鸽子到底到哪里去了。是是，折起来看了两场是吗？对。来，亮宇你好。哎，你好。各位现场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首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 Danny， 来自台湾，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和亮宇一起同台演出，也送上一些非常特别的魔术，那希望现场的朋友们会喜欢。那么接下来这个节目呢，亮宇你知道吗？常常会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就说 Danny， 到底我们眼睛所看见的东西什么是真实的，而什么东西呢是幻觉啊，就如同您刚刚问我的一样，鸽子跑哪里去了啊？什么是真实的，而什么东西呢是幻觉？既然朋友们常会有这个疑问呢，我接下来就将和亮宇呢来做一个小小的示范，让现场的所有来宾朋友们看看到底你们眼睛所看见的东西什么是真实的，而什么东西呢是幻觉，是幻象，好吗？好。好，那么我准备让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日常用品来做下面的示范。报纸一份。好，谢谢。是教我变魔术吗？对，教你变魔术。那么我们也要考验现场的所有的朋友，好吗？嗯，好。来，我手上呢准备了一份羊城晚报。羊城晚报，一份晚报啊，是12月1号。那么我准备了两张啊。为什么要准备两张呢？因为我一张，还有亮宇一张啊，一人一张。我先打开来让大家看仔细，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啊。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张，第一页啊。OK， 好，再来看看第二页。好，看看最后一页啊，第三页。这两张报纸呢，我们要做一个小小的示范，也要考验一下现场的朋友。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将报纸分一半，然后呢，给亮宇两张。哇，分的那么我手上应该也是几张？两张。我要考考现场的朋友了。现在我们手上，我跟亮宇手上加起来总共有几张报纸？4张。答对了。来，亮宇跟着我做。大家要注意看哦。好，对着中间的位置。好，将它撕开来。那么现在应该有几张呢？八张。好，越来越难了，我们再试一次好了。好笨，非常好，再来，再试一次。哇，还好这样子，如果再来输4个就满。哎呀，多少张？我都忘了几张了。好，再试一次好了，我们再试一次。我都忘了几张了。哎呀，这掉了必须要把它捡起来。我试的有点难。没关系，好。好，有没有哪位朋友知道我们现在手上有几张报纸？不知道。啊？一张啊？一把。64张啊！小朋友答得非常的好。这样好了，亮宇，行，是你自己撕的吧？啊，我自己撕的。确定哦？确定。没有问题啊。没问题。OK。现在有64张报纸，我想麻烦亮宇的帮我吹口气好吗？好。如果我告诉大家，刚刚大家从头到尾所看的每一个动作呢，都只是错觉而已，那表示什么呢？表示我手上始终还是只有2张报纸。哇！当然，这个报纸呢要让大家看一下，看仔细啊。首先呢，第一页，再来第二页，好，第三页，配合亮。OK， 亮宇，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做这个示范吗？对吗？
因为呢，我希望这个小小的示范呢，能够让现场的所有朋友们呢，能够感受到魔法魅力的所在，魔术吸引人的地方，真实与幻象之间，就如同邓丽君的歌曲一样啊，在我们的心里面呢，是真是幻啊，就也像亮影，全是邓丽君歌曲一样啊，让我们大家听的有点真实，那么也有点那么一点点的虚幻，希望大家呢，接下来好好的听听我们亮影所为大家准备的邓丽君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时间就交给你了，谢谢。